回到台湾，带您关心的是高雄的凤山讲堂。日前，李锦道佛光山都监院院长助理慧培法师以菩萨在人间为主题来开讲，带领大众认识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。改变自己要从发心，要从菩萨开始。发心服务，人人都可以当菩萨。佛光山都监院长助理慧培法师日前在高雄凤山讲堂开讲，以菩萨在人间深入了解人间佛教多元弘法开拓性。人间佛教呢，是让我们可以透过佛说的、人要的、净化的、善美的，来带给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。我们就是要把佛法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这样你在行菩萨道、在修行上，你才能一步一步的在这个成佛之道向前迈进。星云大师人间佛教引领大众实践慈悲正念，不止学佛，更着重行佛，实践三搞四给，自利利人，发愿成为人间菩萨行者，让良善和谐充满社会。经卫视黄国忠高雄采访报道。